蛮感动的，就是自己本身也很喜欢飞机，就是飞翔的感觉这样。那就感觉是在没有听你听有听说到 F 16会在旁边护航这样，那觉得我也蛮兴奋的，就可以看到哦，可以体验到，然后刚好座位又在很后面，就刚好在唯一的旁边，刚好也是 F 16出现的地方。那自己可以看到这段画面，我觉得还行啊。这趟去亚运比赛，我觉得蛮值得的，就是第一次这样，然后也第一次在国际赛拿到奖牌，然后第一次参加国际赛打赢韩国这样，我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。然后也说实在，就是我也是尽力全力去打，然后还有其他学长前辈都是这样。那我觉得把去国外的收获，然后带回到台湾这样，然后我想我应该会越来越好。我觉得台湾真的在晚上的时候，从高而下往下拍的时候，真的还蛮美的、啊，就我感觉到就是真的是一块区域一块区域一块区域这样，然后就是然后又有路灯，然后就觉得很美很美很美这样，很特别啊，就是从以前出国回来，晚上回来到台湾这样，我觉得这次的旅行是最美的，感觉就是有价值啊，然后就是拿奖牌一起回来，然后可以分享这荣耀，然后给全部的台湾人知道这样，觉得这次的旅行蛮价值，而且画面又好看，啊。自己觉得自己在亚运表现？我其实就我没有想到我要表现得怎么样，就只是想我要尽全力投我每一颗球，然后把细节做好，把我该有的东西发挥出来，这样就好。毕竟对手是日本嘛，还有韩国，就是其实说强劲的就是敌人这样。我只是想把我的东西丢给他们看，然后告诉他有这个年轻的球员在这样，对吧？